是是是，本来是我没有台胞证不可以过去啊，他我说你要让我过去看孩子最后一面嘛，因为这毕竟他现在 人在可能 在那个冷冻柜里面，他们要我们过去他才可以处理啊。昨天晚上他们兄弟姐妹都跟对方联络了啊，现在就差在说下午的飞机，下午中午要去桃园了，要过去啊，现在就是我没有台胞证。跨年之后他还有跟他老婆通电话，对，跨年跟他老婆通过电话啊，通电话的时候就是隔天他老婆打电话找他，他就没就一直没接电话，他说很反常，因为他打电话过去，老婆打电话过去，他都有回啊，这次怎么打了好几通都没回，结果就找我女儿，他那个那对方那边是我女儿的朋友啊，他找我女儿，我女儿在找他当时的那个房东了，什么去开门，才看他倒在地上啊。他不喝酒的啦，他不喝酒啦，啊，他就是去那边之前有在说有点血压比较高啦。对啦，啊，会让他管啦，啊，不会弄无啥物毛病啊，啊会他管，伊都是拢食外食嘛，啊都食重咸啥，伊都啊伊拢爱食做重咸的啊，啊就讲伊的血压敢若有较悬安尼啦，顶下咧。啊，伊伫大量拢在创啥？拢做啥物工作？我嘛无啥清楚啊，伊之前是讲要过嫁迄落啦，啊尾啊敢若袂输，毋知咧，敢若咧网络上卖物件啥，我无啥了解啦，嘿啊。啊，伊过偌久啊？伊过两三个月，几啊个月啦。啊，伊有等，即顶下顶间有等下一阵嘛，才过去尔啦。